盘点奥特曼中超可爱的小怪兽，你想要哪一只当宠物？第一只喜欢扣一。只喜欢扣二。第三位喜欢扣三。重庆的原因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才能救我命，坐云上车赴宴小本地平，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，可不可以来了解我的内心，可不可以能给我你的微信，你要记住了我和你的秘密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。第四位喜欢扣四。要你一辈子身边吹夏日的晚风，爱的太高，打包你的行李跟我去兜风，开了电瓶只需要那几分钟，你从后面抱住我，在我耳边告诉我说你想要躺在海边壁咚咚。第五位喜欢扣五。六位喜欢靠六。我对你有了解，时间的过无眼泪，偶尔会莫名的光波，所以会莫忙碌碌，将爱麻木，可突然会想起了全部。我对你有了解，时间的过无，所有的纪念日记得清楚。第七位喜欢靠七。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。